纽约会客室由 Chase 赞助播出。欢迎走进由 Chase 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今天的嘉宾呢是旅居纽约的艺术家陈龙斌先生，欢迎您，陈先生。好，你好，欢迎欢迎哈。因为您来纽约已经很多年了哈，从这个92年留学，然后到现在，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算的话，哇，已经25年了，差不多了。其实中途有回台湾几年。对，我大概是92年到97年的时候在纽约。然后之后97年，就是97年到06年吧，06年其实就是前半段在台湾，然后后半段在世界各地做 residency， 就是也就是其实就是流浪啊，就是说艺术流浪者，对，艺术流浪者。那我是回去台湾之后才知道，有 residency 这种 program 嘛，那刚好台湾那时候也要做那个 residency。那我算是第一波台湾的文，那时候叫文茜会，送到国外去做进驻跟文化交流的。然后我之后呢，其实就有更多的机会是私人邀请，像我去2次印度，然后去那个意大利，都是私人的，私人的画廊或私人的藏家，他邀请过去那边创作，做这个驻地艺术家，对、利用当地的媒材进行创作，对，因为您的这个创作的媒材也是非常特殊哈，您从93年的时候在曼哈顿就举办过展览，对，您做的是这个书雕。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哈，觉得这个艺术形式呢也不是那么陌生，但是我想在当年您最开始做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媒介吧。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新，而且我自己做的时候，您怎么想到的？怎么想到的？我那时候呢，是当然就是说，刚来美国的时候语言也不好啦，阅读也有问题啦，然后在那个 Master Program 呢，在方案里面，他要读很多很多理论。那这些理论其实呢，即使你是英文很好的人，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理解。不止没办法理解，而且是它，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太广，因为那时候非常流行的是叫做 postmodern， 那 postmodern 里面它结合了精神分析啊、女性主义啦、那个左派理论啦、然后拉里拉扎的什么后殖民论述啊，什么有的没有的，那这对一个动手的数科为主的讲中文的，那突然间在课堂上要冒出那么多奇怪的那些名词，而且那个文章是我后来才领悟到，很多那时候什么用语言哲学解构的论述写的文章是故意让人家看不懂，所以你花再多的力量也不见得真的理解他在什么。但是我那时候大概，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为什么要切书嘛，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做学问或收集资料的方式是说，例如说我会把书甚至就直接拆开，就把要的部分留下来做编辑。那时候是那个学李敖嘛，李敖他做文章就是这样，不断的贴贴剪剪，贴贴剪剪，贴贴剪剪 copy 啊，再贴贴剪剪，然后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写出来嘛。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哈，电脑对，那么普及，然后我们直接这个复制粘贴就行了。对，现在原来就是靠剪报纸、剪书，对，做成小本儿。对，那个李敖的书房就是好几个大桌子嘛，然后这个桌子做一个主题，那个桌子啊做一个主题，然后。当代艺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那个时候80年代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你很难从几本教科书或专著里面就把当代艺术搞懂，然后很多资料是分散在不同期的那个学术月刊里面或者艺术杂志里面，那你要把有些东西搞懂，你就要去搜啊，就要去捡啊。那我来
马哈顿的时候，我刚开始是很心疼，因为书很贵，书非常贵。你按照那个少者十几二十块，多者很便宜了。现在的教科书都上百，对，最少十几二十块，那最多就上百块了，对不对？而且是大部头的。但是我发现他们在 Recycling Day 的时候，尤其我那时候住 SOHO 嘛，几条路就在 NYU， 然后那个尤其期末的时候，那是壮观啊，世界名著全部丢出来，然后就开始拿着拖车开始捡嘛，捡嘛，然后美术杂志也捡，然后那时候也是用李敖最笨的方式，每个在那边看，看不懂的翻字典，努力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很 frustration， 就是非常沮丧。我说我再这样，我绝对搞不懂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就叫逆向思考嘛，就是你这个路走不通，转另外一条路。那干脆切了，干脆切了。那切了看能不能变成什么样？那刚开始我也不会做啊，因为我也不是学雕塑出身的，我完全不是，而且我是。高中大学都上过雕塑课，但是都很讨厌，都是应付掉的，跟雕塑老师完全没有交集的。那个时候比较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早期是比较喜欢画图嘛，画图，那后来就喜欢搞一些有的没有多媒体嘛，然后后来也不喜欢画图了，就搞东搞西的，想要当观念艺术家啊，搞一些概念啊，那很奇怪的是我大学的时候读了很多书，都不是美术的书，都是社会科学的书。那我跟其他艺术家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我在东海的时候，其实是可能是第一代的艺术家去上过什么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学的那种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你如果你家里面有一本马克思，是要被关进警总的。但是呢，刚好。我那种学校是允许某一些老师研究这个，在台湾很少有学，当然就是后来多了嘛。现在讨论马克思啊、毛泽东那都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八零年代，当然之前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家里被搜出马克思那是不得了的，搜出马克吐温也很有问题的，很可能是他兄弟。对，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的有一些想法还是有蛮大的帮助的。这样。那从那时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艺术科系它很特别，他们是用包豪斯那个系统，就他们有很好的 studio， 那也有很好的艺术家跟你讨论。那包豪斯那系统就是说，它有许多的工坊，那你要做什么，你不会做，然后里面工坊里面有一些工匠技师。他会教你怎么做，会配合你怎么做。所以从那开始做这个书雕，做到现在哈，已经24、25年的时间了。我们先来看看您的这个书雕作品哈，来导播我们切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哇，这个，来您看正前方这样 ，OK， 对，好，这个是我2003年的时候在 Florida Taylor。的那时候一个展览，那我必须要讲一下哈，那个当然有一些后来是那个英文书，那有一些是在意大利做的，那但是里面大多数的书是在诚品书店做展览的时候，那诚品那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杂志叫《人间》杂志，快要倒掉。他们出了一系列中国大陆的书，什么中国可以说不啦，什么什么，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一批有点极左倾向的那些书，但是在中国大陆卖得很好，但是人间在台湾出的时候卖得很差。后来他们倒掉之后，把这批书给徐斌做展览。那徐斌呢，是用这些书在画廊里面让蚕去吐丝。展览完之后，这些书又变成给我，所以我是用徐冰的 material， 人间徐冰再创作，再创作，再创，所以它里面有人间的那个脉络。如果知道台湾的那个文化，陈寅真先生他在台湾是，在中国大陆台湾都很受礼遇的一个人物，
OK， 那这个是Angel 也是早期的，就是说，所以前面这个都是书吗？全部都是书。哎呦，就是您雕完之后，您会再给它上色，对不对？没有，这全都是靠书雕出来。刚刚那个 Angel 的那个就是 Cultural Worry， 就是文化战士的那个系列是有上色，是唯一有。哦，那个是唯一有上色，这个就是原貌，书的原貌。对，就是书里面它是什么颜色，然后出来就是什么，所以你看到它有一些。纹路的时候，那其实它是 ink， 就是那个字的 ink， 或者它有的时候它有彩色页，所以它就会形成这个样子。而且很奇妙，前面看呢是一个人的雕像，但后面呢它露出的这个书的几倍，对，所以它的书的意义跟这个都有，而且它还有一种就是那个 material， 就是材质转换，又转换回去像类似木头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就是 Culture Hurricane， OK， 这是最近的要做的，就是漂流木。漂流木，哎，漂流木，还有那个后面有点像类似山水的，还有那个字是，那是古籍善本书，在民国初期去重印清朝的那个洋务运动的有一批书。政府也不知道怎么保存，然后偷偷塞给我，然后我就再把它转变成艺术品。OK， 然后这个是这个也是艺术小径里面的一个作品，就是说我这次呢是书背在前面，就是脸不见了。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他的脸上面有字啊，对，书的名字，对，就是从你的脸上看到你的。你的思考。哇，这个人的人脑里装了很多书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也可以。所以您看您的这些雕塑作品哈，就是现在看起来呢，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因为它书就像您说的，它本身的这个质地、它的纹路、书本身的色彩，赋予了雕塑其实很强的这种，我们说它是一种形态也好，或者说。就是感觉有生命，或者它有这种艺术美，就是因为我会想说，哎，这可能是上过色的，但是其实这是书自然带来的这种纹理。对对对。那所有的像我想您的这个艺术作品哈，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到了今天的这个水准。那最开始的时候，再到现在，您的整个这个书雕，您给我们归纳一下，大概分了几个这个创作阶段？应该分吧。如果从九三年开始，一直到九七年，大概就是刚开始的比较实验性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我那时候不是那么重视那个雕的那个细致，而是就是说。有大略可以看出一个人形这样就好，看出那是个什么东西这样就可以。但是当时这个概念非常新啊，概念非常新，因为我们在希望在讲雕塑的时候呢，是从外形它的材质什么，再讲到它的 content， 它背后的美术跟美学的意义。那我的东西呢是意义，书本身它就具备文化意义跟内涵。对，书跟外面切出来这个形，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两者它是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而且再来一点就是说，我是把，因为当代艺术它，尤其现代艺术，它有一部分是说它不是在那么强调 craft 工艺的这一部分，那我是故意很强调 craft， 因为没有这个 craft 的话呢，我这个东西。没办法出来成这个样子。好，陈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那陈先生哈，九十年代初您说您那个时候可能不太注重雕刻的细节，但是我想在那个年代就您的艺术形式是非常新颖的，尤其是在当代艺术啊，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在纽约就是非常的蓬勃哈，很多人都在想这个新的表现形式。那当时您的作品应该也是受到了关注的吧，要不然为什么93年您就开始在曼哈顿有展览了呢？没有错。其实我那时候呢，我的语言并不好，但是我不是用那个阅读大量的文字或者看大量的图片下去去理解西方的当代艺术，而是我用走路。我去几乎我不只是用 Gary Guy 上面列出来，我是到这一区之后类似走路的方式把所有的画全部看过，感兴趣就进去，不感兴趣就晃一晃，就这样子。那经过大概半年左右，其实你想我几乎是每个礼拜去看画廊两次，然后每个月去 museum 大概一次，三次，两三次这样。那用这个方式呢，很快的大概去理解说，哦，大概什么画廊他们在走什么方向，那什么画廊大概在什么样的位阶这样子。那经过当然看之后，其实当代艺术它那么多元，那么多的面貌，然后这些脉络，其实你很难找一本书它很清楚的把这些东西都说明白，归纳说明白。当然有，但是出来那种书就类似像字典一样，这个是什么流派，什么定义，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有哪些人，你把这些看完之后就跟你读一本字典一样，你不是真正能够理解他们到底内在在发生什么东西。所以我经过大量的看之后，因为那时候有一个 culture shock， 所以我必须去切割我以前的创作脉络，那从用新的方式继续跟我的，例如那时候在学校嘛，的教授、同学，还有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试着要进入画廊，这样子试着开始寄我的东西去给不同的机构，这样，所以我必须要用新的角度进去，但这个有巨大的压力，这个现在想起来有点残酷，因为是会让你太多的压力。那当然这种状况在今天许多的留学生的身上都会碰到过，尤其你可能承受家里许多的经济上面或期待或亲友的期待过来这里，那你大家都希望在短期之内有所成就，有所成就，但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就是说艺术它没办法这个样子，你越是急着想要有所成就，其实是越糟糕，越做不好，越功利化。那你稍微慢下来，用看看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转变。所以我最近这些年的想法，其实影响我最深，其实反而是更多的是意外的旅行，或者某一些意外的挫败。或者是你面对的一些问题你没办法解决，那你经过这种挫折、阻碍、困难之后，你去绕过这个问题或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这是我个人比较深的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思考。那很多年轻人也一直在问我一些关于创作上的问题，怎么进入纽约的艺术世界啦，怎么找画廊，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真的很难，而且是看运气。有些人呢，你做对很快的那个速度是比我还快的，立刻就变成一个主流台面上的艺术家。那有些人很努力，也很聪明，也有才华，也有才华，人长得也漂亮，但就是不行，这么多的努力。然后每次碰到他就很 frustration， 很挫折感，想要放弃，这样。那有时候我说，文化艺术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强求，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捷径，说你这样做就能成功，那样做就不能。
很难说，对，可能是同样的做法，不同的人他就成功了。对，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对，甚至说你这个方式，你在中国，在台湾可能成功，或在日本可能成功，但是你来纽约，大家就是不买账。那我也碰到过我自身的问题，我在纽约，我在德国得了奖，但同样得奖的东西，到了台湾，就是连入选都没有，甚至同样的东西再丢到日本去，居然拿了一个最大的奖，到现在还是台湾的记录。那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那你也很难去讲说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弊病啊，或谁的对谁的错。有的时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再回到您的这个艺术作品哈，因为您的艺术作品呢，这个媒介我们是非常清楚，单一就是书哈，但是您表现出来的这个语言，您要表达的物体，就是您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很多样性的。对。那这些主题跟您自己的经历，跟您的旅行，跟您对事物的看法有怎样的联系？OK， 刚开始其实我没有，例如举个例子，像火象，从刚开始做当代艺术的时候，或学现代主义的时候，我是不敢碰火象的。为什么？因为你去搞一个火象之后，圈内人大多数人会骂你，你在媚俗，你又想要搞什么宗教，做什么？我会做是因为。我大概是1998年的时候就受到一个委托，所以有一个当代艺术跟宗教，宗教的一个主题。然后这个展览一直拖到2003年，我到 Staten Island 那边去做完。后来这件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做一个叫做 meeting room， 就是四面活，就是背后是一个用书架做出来的大脸，就四个大脸，那里面是一个 meeting room， 是可以坐四五个人这样子的，然后中间有一个火象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要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火象造型的问题，所以以前没有那么专注到说一定要刻出一个什么样，但是这个技术必须克服，提出了要求。不是，是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是说你的东西要跟佛教有关，佛教有关，但是我那时候的计划就是这样，要做佛像，你就要有这个就雕工技术，对吧？雕工技术，对，然后要有一个说法，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之后这个主题一直到现在都还继续在进行。然后这里面也有几个插曲，例如说到印度去，印度，他们很喜欢像，那个 Ganesh， 所以我也用这个方式做个 Ganesh。因为我还不知道说印度人那么喜欢感恩学习，所以碰到不同这样的问题都会有。那后来我做了许多那个许多希腊罗马的那个塑像，是因为我到意大利去做residency， 这个就是感恩学，就是这个是在印度阿曼达贝这个城市，就是甘地的那个城市，现在他们总理也是在这个城市。他们很少数的画了，所以都是在当地取材，当地创作。对，然后这是当地那个画廊他们出的画册，这样。那后来去意大利呢？意大利就整个罗马那个城市就是个美术馆了，你到处都看到几百年的那个雕塑啊，然后像啊，然后可能文艺复兴的像，然后我那时候住在意大利外面的一个小镇，然后那我住的地方就是五六百年前的一个 castle， 一个城堡留下来的那个，那我在里面就是继续做我的东西，但是主题就转换到罗马希腊的那些。那些雕塑，对，然后就开始了一些，很复杂的一些工艺改造，因为你必须要更精细，更精细、更精确，然后你还要再去标，然后接着就很头痛，又有人要来
跟你要求做 portrait 什么之类的，然后哎，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里面有经过许多的技术改革了，技术改革就包括工具上面的改革，我个人雕刻技艺的改革，然后有其他辅助系统这样子。那您一路走过来哈，就是从那个年代最开始，可能就像您说的，有段时间还做了艺术流浪者，那个时候的生存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现在您是受邀到这个世界各地展览，而且也是在这个各个国家拿奖。那您看到整个的这个艺术哈，当代艺术，它发生着一个怎么样的变化？从您自身的经历来讲。当代艺术其实它是一个龙蛇混杂，就是充满的，里面有最聪明的人，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最漂亮的，例如画廊老板、画廊小姐、有钱人这样。那里面也有很多的大量的投机、炒作、虚伪、抄袭，然后欺骗，然后用艺术做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什么 money laundering 什么之类的都有。那早期的当代艺术其实还是比较，我的感觉上是还有一些理想，有一些想法，像类似要有一个我们这个新的 movement 要有一个 statement 之类，要有一个宣言，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我们按照这个宣言我们要做什么，那可能就是几年。那我那时候九十年代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做这么傻的事情。然后接着呢，就是什么某某伟大的艺评家写了几笔，然后大家奉若那个圣经还是什么之类，在要理解。所以你被某一个伟大的艺评家，后来是伟大的策展人钦点了，然后你就变成不得了了，如何如何。然后现在感觉上是你被某一个大藏家收藏了哈，收藏了。他说了啊，您就是什么？例如说啊，搞不好，然后很奇怪，然后这些大收藏家现在开始画图了，就是他们自己要变成艺术家了。对，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混杂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小的缩形。那我是因为刚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然后进入到一些。纽约会客室由 Chase 赞助播出。